公司关门了，就剩这么点钱了。多哥，大家都走了，你自己要保重啊。哎呦，分手现场，这女生还挺漂亮。渣男。哎呦，太凶了。哦呦，我的天哪。嘿嘿嘿，这是干嘛？开车。我还要去拉客。你闹够了没有？跟我回家。兄弟冷静下，有话好好说。谁让你说话啊？那你插嘴没啊？你敢开车试试？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哎，你干嘛叫我女朋友？是安全带。有个女仔令我思想变得大个，当初我幼稚行为对你犯下大错，你话我唔识谂，用钱买无用饰品，你慢慢心淡觉得啊，别冲动。绿帽子就扣在你头上。公司破产，遇见一对情侣分手现场，那女的居然上了我的车，最后竟还把我强吻了。今天来投这个标，不过这一次只有我一个人了。这安总监不会是昨天被甩的那个安安吧？你就是陈博吧？原来安总监这么漂亮。您就安总监吧。我不是，待会他会叫你进去的。好的，好，你跟我来吧。果然是他，我觉得爱情又来了。淡定点，淡定点，陈博，你是来投标的。安总监您好，这是我公司对七彩欢乐谷的整体策划，您看一下，他工作认证的样子真的很好看。他好像没认出，不过他现在这个状态可比昨天潇洒多了。你的提案我不看了，回去等通知吧。好，谢谢。赶紧先租个房子，等会还要去见安安。哎，我操，那不是安安吗？他身边的男的是谁呀？我操，赶紧跟他去看看。我倒要去看看他多会划船。那男的到底是谁呀？我知道一家餐厅特别好吃，那我今天晚上去。哎，又没我什么事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自从安安上了我的车，把我强吻了，还成了我的金主爸爸，缘分就这么奇妙的让安安走进了我的生活。到了，这吗？是的，安总监，谢谢你了。叫我安安就好，你上次不是也送了我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不是约了朋友，在这等你。不用不用，安总监。去吧。哎呀，这不是我们影视圈大名鼎鼎陈总吗？开吧！哇，是不是偷税漏税被查了？我看你还能好很多。李总落井下石就没必要了，这次想找人借低款周转下。李总，这是七彩欢乐谷的预算报表。小鱼，你怎么在这？陈总，现在只有那么多。小鱼，不错。陈总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小鱼，没事，都过去了。只是没想到是你动的手脚。怎么样？还行吧。今天不是在找房吗？我家还空着地方，去我家吧。喵啊！我怕被你男朋友打。哎呀，那个姐妹，哇，今天没有白吃的午餐，走，带我去个地方。我的生命出现了。